欢迎回来，最新消息要带您到稍早1:19发生瑞士规模5.9的有感地震。高雄捷运收到资讯是4级有感地震，高雄捷运呢就立刻全线暂停5分钟，工作人员巡线检查，后来资讯下修为2级，因此高捷现在全线已经恢复行驶了。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，提供给您。再来看到。